近来的丁景在马海坡院就是将女一高达达达接着六日耶稣拿了米勒雅各跟雅各的下地一行暗暗地照了归大就带一枚明带变了形状人民明亮心之后打定吉的心归夫人有摩地日里亚有一枚行行让耶稣得耶彼得对耶稣得主啊我们带这来亲和如心转移我就带这来那打这棚这这为路这这为摩地这这为日里亚在耶稣间，忽然有一派光明的云彩遮盖一枚，蛇有蝶影从云彩内出来的。这地我该爱家，我多喜绝该，如梅要下雨，梅乎下雨，就扑扑大地，极其害家。耶稣真带来无一枚的。起来，不要害怕。如梅寂寞，无几只人；以梅寂寞，无几只人。那几耶稣带我来，落大街之后，耶稣吩咐以梅的，人数还不有送地来扑我。如梅不要讲到摩几街告诉人，梅乎梅耶稣。文书为提摩太，基利亚必须带来。耶稣对他说：“基利亚固然带来，定要复兴万事。那地我告诉鲁梅，基利亚已经来了。人血无尽不义，既尽义来义，尽数也将义有。”这药丢一枚给害，每户这才明白耶稣到底该第几了第多该一恨。那那拍金鼓拍打时，马海福音第十章的背达，一枚寂寞无几只人，那几耶稣带这来。马海福音第十章的背达。以为寂寞无几只人，那几耶稣带我来。马海福音第十章的背达，以为寂寞无几只人，那几耶稣带我来。马海福音第十章的背达。